远了，我真的不敢相信，已经是最后一场了。我真的此刻的心情非常非常的复杂。我觉得今天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谢幕演出，但真的把这群那么有才华、那么优秀的、那么对音乐剧有热爱的演员能够聚集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班底下一次演出是什么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会期待，而且他们不管是在一个剧组还是在这个音乐剧舞台上，都依然会不断的给大家献上最好最好的音乐剧作品，对不对？ OK，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乐队，认识一下我们所有的主唱，高呼你们。接下来，风向哪？
啊，继续继续。太难，操练了操练了。对呀。啊，因为真的真的。哎，对，我们的音乐总监张波老师给我们配一次音乐，我们先要煽情一下，因为今天这个演出，这一轮的演出，真的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感谢很多很多人，感谢很多很多很多人，然后是你们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舞台，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所以我们想占用大家的一些时间，让每个演员都给大家说两句啊。从右手边来，展厅开始。谢谢大家，谦卑的艺术人生节。很荣幸能参加这个摇滚的，我真的很荣幸，太棒了！谢谢，再会。我很开心，就是在谢谢，在这个剧组的每一天我都很开心，每一场演出我也都很开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体验。但是我相信摇滚不死，摇滚不止。好，谢谢。好嘞。哎，说吧。好，刘昊然。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加油。我刚想说的都被他说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OK， 刘哥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能够喜欢音乐剧，喜欢摇滚年代，我希望我们以后一直能见到你们，再见了。好，好，谢谢，干嘛呢？今天跟他讲一个，事后跟他讲一个小故事，一个小插曲啊。其实今天在昨天演完以后，其实立冬的嗓他有点感冒，所以呢，他今天在开演前，其实今天差一点点，他不能到舞台上来做表演。但是，后来下午我没有去做雾化，然后他自己又进行调整，然后因为大家真的是从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赶过来，他怕让大家失望，所以这样的阵容、这样的机会，他说我试一下，我试一下。所以今天谢谢你。放弃，坚持做自己。哇哦！
名单。最怕煽情的部分了。其实对这部剧我有很多话要说，这是我毕业之后的第一部商演作品。我非常感谢一个人，就是志凌哥。志凌哥从来没有看过表演，从来没有听过我唱歌。有一次我们进一个小棚的时候，然后志凌哥说，觉得我很热爱舞台，觉得我很认真。然后志凌哥说，直接过来玩吧。我要补充一点，其实我对他的专业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是他当时有一句话的确是打动了我因为他跟我说，他说我刚毕业，我毕业以后呢有种种很多大家很多同学各奔东西，但是我想留在音乐剧的舞台上。我知道对我来说可能很难，但是是那个我就想留在音乐剧舞台上演音乐剧，那句话打动了我。对，最后一句话就是剧组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前辈，我的偶像全部在剧组里面，我的偶像是刘明飞和徐立东。学习，包括林奇二姐，她真的是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教我，一个调度一个调度的教我，她自己感悟出了什么调度，马上过来告诉我。包括所有的前辈，我真的都非常感谢你们，再一次谢谢你们。胡迪。Hello， 大家好，我叫胡迪，之前观众朋友们都不太认识我，因为我。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音乐剧舞台上，但是我是一个音乐剧演员。这一次呢，因为在舞台上的都是我的前辈，是我的大龙哥，我的飞哥，就是都是我师哥，然后能够像他们一样在这个剧组里演出，是我的荣幸，是我的荣幸。然后因为本身这个难度，这个角色的难度对我来说挺大的，因为一些音域的问题，一个男中音去唱一个这么高的音，就是我希望没有让大家失望，可能会有作用，希望大家能够谢谢。最后说一句吧，一个音乐剧演员想说的话，就是摇滚不死。音乐剧牛逼。不怕。其实二喜在。那个其实这一次这个戏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其实私底下是一个特别不自信的一个人，然后对这个戏我当时我一直不敢，然后后来来到这个剧组，就很感谢这一次观众对我的包容，然后还有剧组里的哥哥姐姐还有我的师弟师妹每一次在排练厅给我的勇气给我的鼓励，然后最后我特别想说，也想在这个地方说，就是二喜呢想谢谢大喜，因为龙哥给了我很多信心，他告诉我说你一定要跨出去这一步，所以我做到了。你很棒。还有个小愿望，我要跟龙哥抱一下。18线女团的成员，然后我今年
曲。我要谢谢所有的老师，因为我这次真的没有做得特别好，没有达到我心中的那个愿望，就所有人都做得很好，所以我已经在非常努力的去让整个音乐剧因为有我的存在而变得更好。谢谢大家。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到剧场来看我们的戏。其实我也有很长时间没有站在舞台上。Lonely， 我的涛哥，其实是我下铺的兄弟。Thank you.
大家的支持，才可以让我再回到这里。加油！后面还会有很多戏一起来演。欢迎，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我在后面藏了半天也没想明白要说些什么，因为演摇滚年代真的是特别享受的一件事情，我每天都特别的开心，然后时间一眨眼就过了。我2017年面试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跟子轩说，我说子轩你一定要用我，你不用我马上就没活干了。到现在也感觉志玲哥又把我们组起来，然后还是能够让我继续的快乐，我很喜欢快乐的生活，也感谢你们能支持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也感谢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最后也感谢在场的所有演员，爱你们。最后用戏里的一句话，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音乐剧，这是摇滚年代。蛋蛋这叫没在后面想好说什么吗？啥都说了，他从首演的时候就开始想了。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 Friends， 多去看看他，这是 Friends 想对大家说的。作为我自己，其实我认识志玲哥很久了，对，然后知道这个。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童星，小朋友，小朋友，童星，小男孩，十三岁的时候，然后他坚持的梦想，考进了音乐学院音乐剧系，然后站在舞台上演音乐剧。特别感动，然后真的，我们他小时候我们就在一起，那时候在我们录音棚有做专辑、出唱片，哎，这是小时候的事儿。但我还非常感谢浩然姐啊，因为其实我真的能来这个戏，是因为浩然姐跟志玲哥像保证了我的舞蹈。因为一开始志玲哥有点担心 ，Friend 这个角色有一点唱跳都需要，所以非常感谢浩然姐。他也是我大一的舞蹈老师，谢谢你。接下来要谢谢所有，就是我跟清单一样都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所以我们第一个剧组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我们学到的是我们在这个剧行业在这个圈子里最重要的第一课，谢谢你。因为他们是第一轮的主创啊，如果没有他们把版权引进去翻译每一个每句话每一个词每一首歌去翻译，没有摇滚年代的第一次演出，也不会有今天的演出。然后呢，今天其实我们还有好兄弟，就是我们这部剧的导演啊，虽然我 cue 了他三次，他今天也不一定会上来啊，但是还是要感谢他啊，是一句。他是我们的好朋友马兄弟，也是对舞台特别热爱，对戏剧特别有才华的，对音乐剧非常有热情，而且他每天唱的都非常的摇滚。要不今天看谁 Q 一 Q 他，还在导演但没关系，大家就感谢一下他。所以我想两位最原始主唱再简单的不讲的话，我们就唱歌。到我这是我们的剧本，就是刘令飞一个词一个词的带着他的那个黄色的眼镜翻出来。其实要感谢的人真的很
多，第一轮所有的主创，然后这一轮最重要的是感谢我的搭档张智霖和张普璇。他们 Jerry 好了，我们让刘丽飞说两句，我们都是他忽悠来的。关于咱们为什么里面有很多英文歌的事儿，对，因为呢，这个是呢，是我们里面的每首歌其实，属于的是那个歌的唱片公司，所以有的歌它唱片公司就不允许翻成任何其他的语言，所以我们已经尽力去和唱片公司去沟通了。其实子轩也知道的，对，当时我们费了很大的劲，能够把最大程度的中文的歌呈现在这个中文版的我们带里面。所以希望大家多多体谅。好，那我来讲两句。我非常快的，我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缪氏团队，我的合伙人 Leo， 我的团队的每一个小伙伴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一一念你们名字，但是你们是我们这部剧最坚强的后盾，没有你们，我们也没有这样精彩的演出。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团队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拍手鼓掌。